大家好，我是阿 Bill， 阿 Bill let you know。今天呢，收到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，OK， 是什么来的？是蛮期待的一个礼物啦，给大家看看，叫你猜你也是猜不到的，就是直接打开看是什么来的。哇哦，好特别啊！看一下，什么来的？赶快看，来真一点。B， 哇哦 ，B and O，B O play，B and O， 它是第几代的呢？我们看看一下，哇哦，哇哦，是 H8i， 蛮不错，是一个很不错的音响。我印象中新加坡航空，也是用 B and O 的这个耳机。蛮不错的，这个，先拭目以待，看一下，好，看到吗 ？BNO， 来看，看到吗？蛮不错，很快看，也是这样哦，好，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耳机，待会就试一下。OK， 好，感恩这个朋友送给我的这个礼物，谢谢。我们就来开箱一下 BNO Play 这个 H8i 的是怎样的，好吗？看一看啊，很期待。哇哦，看一下，一个很美的一个耳机，是吗？蛮不错一下，看到吗？蛮不错的，一个 H8i 的一个耳机，好，再看一下，一样的，它都是一个很普通的，好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，我是觉得，可以有新的耳机用了，感恩，给，谢谢啊，记得关注我，我是阿 Bill， 阿 Bill， 内容请点赞。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。